新婚夜，驸马说他要为表妹守身如玉，我能给你想要的一切，除了爱。我转身叫上来十个八个面首，一手搂一个。我倒是能给你爱，但我不保证只爱你一个。我的左拥右抱里包括他的表妹。你圣上下旨给我和宋行义赐婚的第二天，他的表妹姬双儿在我的公主府门前哭到几近晕厥。公主，只要您肯把一郎还给我，你要双儿做什么都行。他一身单薄白裙，在围观者的惊呼声中，直直地跪在我面前，凄美而脆弱，像风中易碎的白莲花。在场不少人都为之动容，开始打抱不平。早听闻季姑娘和宋侍郎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婚书都已经拟了一半了，是怡和公主非要横插一脚，毁人姻缘。什么狗屁公主，仗着自己是天皇贵胄，欺负人家小姑娘。我看啊，她给季姑娘提鞋都不配。就是就是，我呸！围观者骂得起劲，有胆大的还冲我扔了颗烂白菜。见我不为所动，连臭鸡蛋都招呼上了，是侍卫替我挡了下来。他们提着剑喊了几声大胆，才没让状况愈演愈烈。与此同时，季双儿的身形摇摇欲坠，只跪了不过半刻，他就像再也支撑不住一般，歪头向着一边倒去，被正巧赶来的宋行义接住。他抱着即将晕倒的季双儿，双眼恨得发红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开口便是强烈的厌恶。怡和公主，我都已经答应赐婚了，你为何还是不愿意放过我的双儿？你就这般狠辣，非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怀里的季双儿轻咳几声，宋行义看向我的目光越发尖利，仿若要化作无形的刀子将我千刀万剐。双儿别怕，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公主又如何？不过是仗势欺人。季双儿摇摇头，转而央求我，我只有这一个郎君，求求公主可怜我，把他还给我吧。我微眯双眼看着台阶下正在上演虐恋情深的男女，胸脯间的跳动越发剧烈，有意思，相当有意思。这两个人要是放在我府上，那该有多热闹啊！尤其是这个季双儿，天姿娇容，弱柳迎风，我看了都不禁心生怜惜。本公主好喜欢。我爱惜地擦去她的泪痕，向她伸出手，一个郎君哪够？我有十个八个面首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？来我府上，做我最娇贵的小公主，我疼你。三，我是大梁朝最梦浪的公主，16岁就出宫单独开府，豢养面首无数。本着我爱集邮的癖好，每种类型的男人我都要来上一两个，整天过着醉生梦死、纸醉金迷的生活。我的父皇于是看不下去了，他亲自动手遣散了我的后宫，在我的苦苦哀求下，才勉强留下几个我最喜欢的，并连夜翻遍百官卷宗，给我挑选了个最适宜婚嫁的男人宋行义。他是刑部侍郎，为人沉稳，仪表不凡，有他这样的人在身边，定能让我改改肆意的性子。我曾远远的瞧过这位宋侍郎，确实明眸皓齿，美如冠玉，只是听说他与表妹早已互生情愫。我道一声惋惜，本打算进宫让父皇退婚的，可如今看他们爱得死去活来的模样，我突然想通了。宋行义骂我恶毒，可我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公主，我恶毒点又怎样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，这两个我全都要。我当即拍案，本公主今夜就要成婚，那季双就当做宋行义的陪嫁一并送到我府上。四，新婚夜，宋行义脸色铁青，他拒绝让我触碰，是要为季双守身如玉。你除了公主的身份，你还有什么？他们说的对，你连给双儿提鞋都不配，想逼迫我？做梦！我的心只属于双儿，我眉间微皱，这个宋行义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。一次两次我还能宽宏大量，次数多了，我很难不厌烦。我扬起手对着他便是一巴掌，力道之大，让他的左脸瞬间起了五道红印。不过是个玩意，倒真把自己当东西了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是在公主府，在这里我便是天，是你的仰仗，能做我的驸马是你的福气，莫再惹我不开心。宋行义被我打懵了，刚还义愤填膺的脸色忽然变得呆滞。我看着他的模样突然没了兴致，他还不如季双儿可人，季双儿起码会做慧眼，会让本公主的小心脏砰砰直跳。我甩袖离去，连交杯酒都没喝，我并把没他当回事，可公主府其他人却并不这样想。五，这晚公主府传言新来的驸马不受公主喜爱，反而是那陪嫁来的季双儿颇受公主爱怜，流水一样的奖赏接连送进季双儿的院里，我还专门为他造了一处莲花池供他赏玩。宫里来的奴才都是人精，哪里受宠就往哪里钻，一时间季双儿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，一个个都是来阿谀奉承的，哄得他那张苍白的小脸都红润了不少。谈笑间他羞涩地问道，公主什么时候再来？相反，新进驸马宋行义的门前门可罗雀，到了饭点连个送饭都没有，亲自去膳房里喊却没有一个搭理他。他忍了几日，终于忍无可忍，寻到我时，我正喊着侍女布设了一桌子的好菜。见此他脸色才算好看，抚了抚衣裳端坐了下来，你不让人送饭给我，就是为了逼我亲自来找你，好让你有机可乘啊。季双儿一身华衣款款来，看见宋行义时，他的眼眶刷的一下就红了，眼角泪珠欲落不落。宋行义的眼睛也跟着泛红，他哽咽道，双儿，真的是你？你这几日去哪了？是不是这毒妇又为难你了？他上前要去牵季双儿的手，季双儿却直冲进我的怀里，委屈道，他为什么坐在我的位置上？你不是说那个位置只给我一个人坐吗？你不疼我了？他看向宋行义的眼里分明带了怨毒。六，宋行义愣在原地，像是才反应过来似的，眼圈更红了，双儿，你是在怪我？他自嘲般笑笑，也是，我连累你在这受苦，你便是恨我也是应该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受苦？我看了看季双儿，一身滚雪细沙之锦，头戴泪丝金玉簪，吃的是琼浆玉酿珍馐美馔，我哪舍得让他受苦，
倒是送行意，亲了脸。府里人惯会踩高捧低，没人给他浆洗衣服，他还穿着三天前的那件，扣子都扯掉了还不自知。季霜怨怼道，谁要跟你走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想逼走我。好独占公主，驸马之位已经是你的了，你究竟还有何不满？他美目一横，扭头往我怀里钻。公主，他在挑拨离间。他坏。霜儿，你在说什么？宋行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直接笑得合不拢嘴。季霜儿现在的吃穿用度都是皇家标准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反俭难。他脑子坏了才会跟你走。我在季霜儿耳边轻吐，那我让他滚好不好？来人，快给驸马爷拖下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来我的院子。季霜儿这才高兴起来，盛了一碗鸡汤，撒娇着要喂我。宋行义被架着拖出去的时候，还在一口一霜，一口一个毒妇。他身边仅剩的仆从实在看不过去，小声劝他，既然进了公主府，就要学会讨公主欢心。公主喜欢你，你就是咱府上的祖宗，公主不喜欢你，就是路过一条狗都敢对你撒泡尿。这几天饿的肚子瘦的脸色还不够长教训呢。爷呀，您别闹腾了，赶紧争宠才是要紧事。宋行义理了理被弄皱衣襟，仍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，对着我的门前大喊，自古以来夫唱妇随，哪怕是公主也是如此，让我像个女人一样去争宠，想都不要想。我看他就是故意打压我，想让我服软。你看好了，不出三日他必然会自己贴上来。仆从摇摇头，第二天就申请去了别院，听说是嫌弃宋行义没出息，跟着他看不到前途。气，那仆从说的没错，在我的公主府，他不争自然会有别人争。饭后是你提议去竹林散步消食，结果到了半路，一个个不是闹肚子就是头疼腿疼，只留我一人闲逛。这会起了风，吹得竹叶簌簌声响，隐约间我听见阵阵琴音传来，那琴声如泣如诉，忧怆哀怨，似层层细雨夹着道不尽的忧意。这样忧伤的琴声我还是头一回听见。我起了好奇心，顺着琴声往前走，寻到一处吊亭，往里细看，入目是一双瘦削修长的手。谁在呢？琴声突然断了，琴弦崩开，在净白的手背上划出一道血痕。那人望了过来，清冽的男声也如琴音般幽怨，公主原是这样薄情寡义，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了。爸，驸马那样英俊潇洒，想必公主很喜欢吧？这话说的分外幽怨。他站起身朝我走来，我这才看清他的容貌。他身量极高，一身祥云纹墨色锦袍，金贵清雅，眉眼如画，眼眸深邃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见我一脸陌生，男人自嘲，公主果然不记得我了。怎么会？怎么能让美男伤心？既然出现在我府上，那必然是我的人。父皇扫黄打非后还给我留了几个男宠。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快速捕捉到一个名字，小友。哎呦，我怎么会忘记你？你可是本公主最喜欢的男人。男人眸光一沉，薄唇微微翘起，透出讥诮之意，你的心里果然只有沈长勇的病秧子。错了，再猜。男人甩袖要走，我急忙拦住，淮阴，我就知道是你，我跟你闹着玩呢，你可是本公主最喜欢的男人。淮阴的脸色这才好起来，我府上男宠众多，最宠的便是淮阴，整个公主府也只有他拥有自由出去我寝室的权利。因为受宠，整个府上的下人包括其他男宠也是看他脸色过日子。公主，你有多久没来看我了？淮阴垂着眼细细梳理我的长发，记不清了，被父皇臭骂一顿后，我很久没摸男人了。淮阴修长的手指顺着发丝往下滑，停在我脖梗处的软肉上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揉捏着，这小子在勾引我。美色当前，我越看心越痒，准备对他动手动脚时，接二连三的通报响起，公主不好了，有公子听说您大婚，当即吐血，至今都昏迷不醒。报，雅公子又犯自闭了，躲在柜子里谁叫都不肯出来，已经两天没用膳了。公主，青公子从昨晚哭到现在了，他说您再不去见他，他明天就去公主府门前吊死。就不好了，后院起火了。我腾的一下站起来，拔腿往小友院里跑。寒冬二月，室内冷得渗人，小友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身上紧盖了一张薄被，听见我的声音，他强撑着要坐起来。公主，你来了。我真怕自己是在做梦。小友睫毛轻颤，眼角的泪仓皇落下，衬得那颗赤红的泪痣越发可怜。我蹙起眉头，连炭火都没烧，这些下人怎么回事？小友轻咳几声，笑得十分勉强。后院一向都是怀哥哥管，他忙起来难免会忘，您别怪他，我将就着就好，都习惯了。哼，跟来的淮阴嗤笑一声，恶心，不知道是跟谁学的一副下作坯子。冠慧妆柔扮弱，公主不用理会，他昨天还在跟小青吵，闹得都要把房顶掀了。淮阴强势拉着我就要走，床上的小友咳得越发用力，生生咳出一滩血来，染得苍白的唇面嫣红。他抬起头，眼睛湿漉漉的，竟比季霜儿还要柔弱几分。公主，我疼。我吓得上前查看，身旁的淮阴见状也捧起手，指着那道快要愈合的划痕，露出痛苦状。公主，我也疼。这时门外响起木匣摔在地上的声音，小青瘪着嘴就要哭。公主好不容易来趟后院，却只想着长友和淮阴，你心里只有他们没有我是吧？好，我知道，我多余，我明天就去府前一林子吊死，不惹公主烦心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忙上前安慰，小青，你别多想，本公主最喜欢的就是你。那我呢？小友和淮阴异口同声，我一个头两个大，终于知道父皇为什么一天到晚那么累了。前庭的朝务忙不完，后宫的妃子吵不停，我干巴巴道，你们忙，我先去看看小雅。怎么能不吃饭呢？那么大的事，下人也不早点说。十，我众多男宠里，小雅是最特殊的一个，
他胆子小，不爱说话，性格又孤僻，每次过夜男宠们总想着法子说好听的话哄我开心，只有他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，眸光里映出的倒影却全都是我，仿佛他的世界里只有我，他只看得见我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下人说他自闭犯了，躲在柜子里两天没出来，以前他也会这样，我得知后会小心翼翼地蹲在柜子外面轻叩柜门，然后唱我幼时母后哄我时唱的那首歌谣。到了小雅寝处，我同往常一样轻叩柜门，还不等我开口，柜门忽然打开，小雅飞扑进我怀里，声音分外委屈，他们说你成婚了，是圣上亲赐，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？他抱我抱得紧，白皙的手臂用力到抱起青筋，生怕一个没抓住我就会立马飞走不见。我轻轻拍打他的后背，声音温柔到自己都没发现，会呀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，怎么舍得不来看你？你舍得，已经123天了，我每天都盼你，每天都盼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有什么东西拽着我的五脏六腑猛地往下坠，这不是来了？怎么不吃饭？我陪你吃饭好不好？十一，小雅的院子里设有小厨房，饭菜很快摆了上来，刚要动筷，另外三个男人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，他们捧着碗陆陆续续坐在我的两侧，年龄最小的小雅被挤到了最边上，小友往我碗里夹肉，公主这个好吃。小青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于心不忍将肉夹给了小青，一旁的淮音轻轻抬眼，不动声色地将我夹给小青的肉夹走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小青瘪起了嘴，公主你看他呀。眼看饭桌上又要吵起来，我连忙给他们一人夹了一块肉，都乖，我们五个好好过，都别闹。那我呢？宋行义不知道什么时候找了过来，他指着我，指尖都在颤抖，原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，你居然真的养面手，你知不知道我才是你的夫君，我才是驸马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他似乎是真的想让我感到羞耻，但又觉得我好歹是公主，怕用词不妥，好半天才咬着牙挤出一句，你在宫中没读过女诫吗？我顺手搂过两侧的淮音和小友，当着宋行义的面挨个亲了一口，行为放浪，毫不掩饰，什么玩意也配让本公主读？宋行义的脸都绿了，一旁的淮音嗤笑一声，原来是驸马，我倒是哪个乡下来的莽夫呢，一身汗臭味，怪不得洞房夜公主都不要你。宋行义的身边没有伺候的人了，他带来的那些衣服再怎么来来回回换着穿，也遮不住身上的汗味。宋行义有些窘迫，他想反驳却被淮音吸引了主意，目光死死地定在他身上，是你。十二，我的这些男宠里最会争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小友，而是淮音，明着争暗着争，各种阴谋诡计花样百出，从前公主府热闹得很，男宠们为了争宠整日争风吃醋，明争暗斗，后院一旦有谁被陷害被冤枉，或者两房掐架三房斗殴，我和侍女绿水都会打赌赌幕后主使是谁，而我每次都会在淮音身上下注，这也是我最宠她的原因。谁不喜欢被人争被人抢，哪怕争抢的手段并不磊落，但爱我的心是不会错的。只是我没想到宋行义还没进门，淮音的手段就使到了他身上。知道宋行义和他表妹的事后，我兴致样样。那日我本来是进宫求我父皇取消婚约的，进宫的教辇路过一处茶摊，我听见有人提到了我的名讳，我不可能为了季双儿不去当这驸马的，驸马的头衔对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反正季双儿我已经拿捏住了，就算我娶了公主，她也照样会对我不离不弃，男人有哪个不喜欢三妻四妾的，至于公主是长得不错也配得上我，可听说脾气不好，难驾驭得很，我上舔着她，她肯定看不上我，对付这种人就要让她体会到反差感，她看到我那么爱季双儿，心生嫉妒，肯定会想方设法地抢走我，届时我越虐她，她只会越爱我。这人便是宋行义，他对面的人隐在转角处，我没注意，现在看来应该就是淮音了，他想让我认清宋行义的人品，从而拒绝赐婚，只是他没想到本公主变态得很，我头一回看到那么贱的人，当然要娶进府好好玩玩。十三，宋行义顿时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他气得张牙舞爪，作势要上来打淮音，淮音也不反抗，硬生生挨了他一拳头，俊美的脸颊霎时间红了一片，我心疼坏了，一把推开宋行义，你怎么不躲呀？淮音垂着眼帘，难得透露出脆弱的神情，我只是一介卑贱的男宠，驸马爷想打便打了，淮某没资格躲。我当即便怒了，越发觉得宋行义面目可憎，反手就是重重一巴掌，当着本公主的面也敢放肆。宋行义瞪大了双眼，我才是与你行过礼的正牌夫婿，你居然为了这贱奴打我，不仅手不干净，这嘴也不干净。我冷眼看着他，身为驸马不仅不能治理后院，反而如此狠辣善妒，残害男宠，实在德不配位，赐50大板，本公主亲自监督。我侧头去看淮音，他刚刚收起嘴角边狡黠的笑意，对着我躬身作揖，公主英明。宋行义被打得只剩半条命时，季双儿来了，他跑得很急，险些被绊倒，娟秀的小脸上有细细的汗，还来不及擦拭，便急急问我，听说你打一郎了？宋行义像看到希望一样，冲着季双儿喊道，对，就是他打我，女人竟然敢打男人，这毒妇要翻天了，双儿你要替我做主啊。他喊得撕心裂肺，可季双儿像没听到一样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只是小心翼翼地捧起我的手，开口便是哽咽，姐姐手疼不疼？下次别再伤到自己了，我会心疼，要打就让我来打，我不怕疼的。宋行义当场晕了过去。十四，这次之后宋行义老实好一阵子，像是看清了形势认了命，在听到他的名字时是侍女的传报，他说驸马爷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佳肴，请我过去尝尝合不合胃口，驸马爷说了之前是他不好，他会亲自给淮公子赔罪，
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求公主垂怜。淮阴抚琴的手顿了顿，琴声忽然变得高昂急促，直接盖住了那侍女的声音。小友哎呦一声，腿一软，朝我怀里倒，双臂软软的搭在我的肩膀处。可能病还没好透，这会觉得浑身乏力，要公主陪着才能好。什么亲自下厨，不过是为了见你找的粗鄙借口。公主，你可千万不能上当。小青撇撇嘴，满脸看不上，可她毕竟是我的大房，我万没有不去的道理。话落，一向安静的小雅朝我嘴里喂了块糕点，这水晶马蹄糕也是我亲自做的，公主尝尝，是不是比驸马爷做的好吃？她眼巴巴的看着我，直叫人说不出一个不字。我笑着附和，好吃好吃。淮阴换了首我最爱的曲子，弹奏时，那双勾人的眸子时不时往我身上撩，我的魂一下子就飘他身上了，正心痒痒，又忽然被温柔似水的小友勾了回来。他搭在我肩上的手柔柔的划上我的脸颊，再猛地将我头一转，只准我看他一个，温柔中带点泼辣。公主，我和淮阴谁好看？都好看，都好看。那公主更喜欢谁？都喜欢，都喜欢。妖孽，都是妖孽，都是来勾本公主魂的。可是本公主好喜欢。这一闹就闹到了晚上，送行医找来的时候，我正躺在淮阴怀里，吃着小友喂的葡萄，喝着小青岛的美酒，在逗逗脸红的小雅。宋行义的脸黑了又黑，想发怒却硬生生忍下来。夫妻没有隔夜仇，我都已经像是主动低头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喝得有些醉了，听得不太真切，问淮阴他说什么。淮阴摇摇我的耳垂，呼吸烫的人脸红，他说自知配不上公主，特来请求公主休夫。我一挥手，准了，不差这一个。小青赶紧跑去拿纸和笔，路过宋行义时脚下一趔趄，酒壶里的酒尽数泼在了他的脸上。他抓着小青的衣领就要发怒，被淮阴用纸扇拍开了手背。驸马好大架势，一来就要发威，莫非是嫉妒公主宠爱我们冷落了你，故意来撒泼的吧？淮阴纸扇一展，四周立刻爆发出笑声。宋行义面色阴沉，一把将我拽起来，你就任由他们这般欺辱我？我本来就烦他，他们年纪小不懂事，你这个做大房的更应该宽容些才是。我宽容他们？不然呢？我理直气壮，驸马之位都给你做了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想怎样？宋行义哑口无言，气得甩袖离去。听说他当晚去找了季霜，想寻求安慰，结果刚进季霜的院子，就看见他正搂着我心刺的两个男宠赏月作诗，笑得比我还大声。宋行义质问他，结果季霜对着他的脸辨认可好，半天才想起是谁。宋行义一拳扎进棉花里，临走前撂下狠话，你们都给我等着。十五，第二天我刚出府，不知道是谁朝我泼了一盆水，大喊了一声荡妇，紧接着无数臭鸡蛋和烂菜叶雨点般砸来，比季霜下跪那天还要多，满大街的路人对我指指点点，不知羞耻，不守女德。呸，听说他养男宠，当真是放浪形骸，真给我们女人丢人。我的侍卫为了替我挡下扔过来的东西，乱作一团。我躲避时，有人拽住了我的手，顺着我的手背来回摸。我抬头入目的是一张黑黄的麻子脸，正淫笑着问我介不介意多个男宠，他保证伺候好我。其他看戏的男人也纷纷自荐枕席，见我不说话，难听的话语脱口而出。现在整个大前谁不知道颐和公主放浪至极，豢养男宠无数，怎么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？就这还公主呢？宜春院的继子都比她干净。嘿嘿，我也想尝尝公主是什么滋味。我抬眼朝人群中望去，正对上宋行义脸上那得意的笑。他慢慢走出来，装成一副被欺骗后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圣上给我赐婚就是看着我老实，想让我接手你这破鞋吧。身为女人，每个女人样像话吗？我笑了，那依宋侍郎所言，女人该是什么样？三从四德，以服为纲，恪守女戒，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，贞洁就是命，即使你是公主也不例外。众人纷纷点头。我又问，那男人呢？男人该是什么样？我的话抛下，刚还叽叽喳喳的人群声音渐小了去。宋行义冷哼一声，这是你一个妇道人家该管的是吗？所以对男人没有任何要求，对女人就用各种长纲约束。十六，我命人拖了一把贵妃椅放在府前，我坐在贵妃椅上，举止并不优雅。我懒懒地扶着下颌，对台下人道，接着骂，还想怎么骂我，我都听着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一时弄不明白我想做什么。宋行义撞了撞一旁男人的手臂，难听的词汇再次响起，从此起彼伏到越演越烈，再到一个个都骂得面红耳赤。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喊了声停。我大概听了一下，大家骂女人的词汇很丰富啊，荡妇、婊子、母狗、他娘的、狗娘养的，那骂男人的词汇有没有？台下又安静了。我随即点了一个刚刚骂得最起劲的，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提到大老爷们，你们眼前浮现的是不是威武雄壮的形象？那提到老娘们呢？母亲生你们养你们，做的都是这世间最伟大的事，可你们却将这些娘母等伟大的称呼组成了这世间最脏污的词汇。我想问问，我们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淮阴上前给我捏肩，小雅怕我渴给我喂水，小青提着剑，大有一副谁要上前就砍死谁的节奏。小友握进我的怀里，被我环抱着，我细细捏着他的下巴，慢慢抬起，指尖划过的地方留下红色的痕迹。小友轻声嘶了一下，公主轻点。小友是水做的，浑身骨头都软，一双如水的眸子低垂，一点泪之含情，只叫人想将他狠狠欺负哭。台下的女子看得眼睛一眨也不眨。我随口问道，她美吗？不知道是谁应了声美。羡慕吗？羡慕。想要吗？那声音顿了顿，慢吞吞道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嗤笑一声，那男人三妻四妾为何就对了？
四周的男人们突然抱起上来指责我，女人们却都不说话了。十七，唯一响起的声音是季霜，何止是想三妻四妾呀，这里有不少人都认得季霜，那日他为爱下跪，在整个京城都为自己博得了佳名。不少人感慨得妻如此，女有容焉，男人们说她是女的典范，贞洁烈女，让家中妻女以她为榜样，好好学习怎么做一个好女人。宋行义一时成为全京城的风云人物，男人们一边眼红她，一边眼巴巴地向她请教玉女心经，淮阴就是奔着请教的名头接近她的。这话我讲给季霜听时，她恶心的好几天吃不下饭。季霜直指宋行义，将他在茶摊上对淮阴说的话又说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听。他跟我说他是受公主逼迫才不得已接受赐婚，哄得我对他不离不弃，撺掇我来公主府闹。可是呢，他巴不得赶紧当上驸马爷，借着公主的名头享受驸马的权利，毕竟他无权无势，可能走到头也只能是个宋侍郎。他一边借着女人往上爬，一边看不起女人，好事怎么全让宁人占尽了。话落，宋行义转身想走，可终究是慢了一步，无数臭鸡蛋和烂菜叶往他身上招呼，没有侍卫的保护，他再怎么躲避也避免不了被砸得一身腥臭。慌乱中，他想开口为自己辩解，刚刚张开嘴，一枚臭鸡蛋正好砸进去，真是老天爷都想让你闭嘴。我默默翻了个白眼，接过淮阴递来的手帕，掩着鼻一脸嫌弃。十八，晚上宋行义一身狼狈的回来了，他一见到我就扑腾跪下，开始涕泗横流，他想抱我的腿，被我仓皇躲开。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感到害怕，以至于大脑一时空白，没想起来赶他出去。宋行义举起四个手指做出发誓的模样，公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从今以后我老老实实，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，就算你养男宠我也绝不多嘴半句。宋行义现在的名声臭了，全京城都记住了他这张脸，走到哪都有人啐他，再加上身为驸马却被公主厌恶，还没有公主身边的面首得宠，这人啊都有一个特性，势利眼。公主是个什么样的人暂且不提，可驸马本就是借着公主的势力，像藤蔓一样攀附着公主生长，不得公主半分喜爱，形同废人一样，就连普通百姓也能也踩上两脚。可惜在宋行义的世界观里，从来只有夫唱妇随，哪怕是公主也要对自己的夫君唯命是从。他以为他娶我了，属于公主的一切都会是他的，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。公主，我们不闹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我觉得好笑，你是比淮阴俊还是比小友美？你有哪点是值得让我看上的？宋行义面色一滞，像是怕急了我不要他，急忙开口，我可以学，我能伺候好公主的，只要是公主能开心。说着他便学着小友的样子，腰身一软想往我怀里钻，我飞踢一脚使出老大劲才将他踹得远了些，臭死了。不必了，本公主恶心，小青上次拿来的纸墨还没用，我懒得动笔，直接交代给小青写封休书。驸马宋氏无才无德，善妒善嫉，蛇蝎心肠，不配为福。宋行义慌了，顾不得形象，四肢并屈向我爬来，公主不要，我都会改的。我嫌恶的挥挥手，淮阴挡在身前隔绝了他的视线。前几日还嚣张跋扈的宋行义，此刻仿佛被抽了力，整个人轰然倒下。我是后来才知道，小青写的休书还加上了一点不能生养，一时间宋行义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十九，宋行义被赶出府时，那身臭鸡蛋味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下，他本是个极有前途的人，虽早年没了父母，却踏实上进，一身功名是凭本事挣来的。可惜心生恶念，那不断滋生的贪婪不会带他走上人生巅峰，只会带他跳下无尽深渊，本朝驸马不得为官。从他踏进公主府的那一刻，他就该明白他的人生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，如今一身功名付诸东流，又是驸马的头衔，都不用我暗中推一把，他自己便沦为了丧家之犬。听说他常常在路上走着走着会猛地给自己来几巴掌，直到打得鼻血直流才肯罢手，他应该很后悔吧，后悔曾经拥有一切却视之为无物，如今失去了才知道可贵。且他煽动百姓企图谋害公主，其罪当诛，衙役自会找上他。二十，父皇听说我受了委屈，送了一堆珍奇异宝安抚我，在我的撺掇下，他想了又想，最终写下诏令，从今以后女子豢养面首成了合法合规。为了哄我开心，他还连夜送了两个俊俏小生到我府上，只可连我面都没见上，房门就被淮阴通的一声关上。床幔垂下，淮阴的声音似有若无，公主还真是多情，我该怎么做才能留住公主的心，让公主多爱我一点，求公主明示。屋外被隔绝的小青不乐意了，她把门拍得砰砰响，似是要把这屋子都拆了。公主，你那天为什么只说淮阴和小友俊美，难道我就不美了吗？你不是说最喜欢是我吗？你为什么只找淮阴不找我？呜呜呜，你不爱我了，我明天就去吊死在府前。屋内淮阴攥着我的手腕，嗓音阴哑带着恳求，别走。小青拍门的声音还在继续，侍女的通报声跟着响起，不好了，有公子又吐血了。公主怎么办啊，雅公子又躲进柜子里了，好好的公主府整得比草市还喧嚷，一天天的都是活祖宗，都是活祖宗。我觉得头大，嘴角却不自觉上扬，这才是我这大前第一梦浪公主该有的生活，她不被理解那又怎样，这世间有多少人能被理解，我活着是为我自己，也并非为了别人。我喊了一声都别急，都排好队，我一个一个亲。